来吗？这个谁听？开始。开始。我赢了。好，今天带你去的巨色华酒吧，我们已经嗨翻了。看我们什么建筑物吗？我们现在很高端的地方，然后这里是吉隆坡号称最好的餐厅酒吧。因为高端，所以你穿了一个大把的西服出来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本来想穿一个 T 恤，可是来到这里就是被工作人员强迫披上一个外套。不再是小哥哥了，你现在是个老哥哥。没有，我不是老哥哥，我是可以搭配你一个年龄的男生。你确定？好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些酒给你，我们今晚要喝完。那你先给我推荐一个你觉得这里最特别的鸡尾酒。好，这杯胡椒鸡尾酒，看起来像很清新的水果酒，感觉很爽口了，其实。然后它上面有香菜，香菜的味道比胡椒的味道还要浓，好奇怪啊，就很奇怪。里面还有姜味。就很特别的鸡尾酒。好，因为是中国北京人，我是马来西亚华人，所以我们就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俚语，我们就来猜俚语，如果猜不到的喝酒。我先跟你说一个，瓷器铁瓷儿啊，瓷器铁瓷，瓷器床，铁瓷是什么？瓷器是床的意思哦。你先喝酒，我告诉你。可以说是什么了吧？就是最好的朋友啊，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你说你是我的朋友，我觉得这是我铁瓷儿，铁瓷，我们俩是瓷器，对对对。那我问你猜，对对对，好，问回刚刚水草。水草不就是这个吗？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随风飘摇，不是吗？上一颗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海草随风飘摇。这是这个吗？水草其实就是这一支东西，吸管。吸管。对，我们马来西亚就是叫水草，水草。就感觉这个游戏好像我们都会在喝吧。好，那我给你猜一个啊。又一个。曲奇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曲是好像那种娶老婆的意思。曲奇是火柴的意思。我们这一轮开始玩比较猛的，答不出来喝三杯，三大口。所以我讲的这个你一定猜不到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别打喊。别打什么？打块头。不是，答案就是我忍受不了你。哦。喝一半。喝喝喝。大口一点。我喝了一半喽，看得到吗？笼子。笼子。先喝吧，喝完了我告诉你。好，一半。笼子其实是梳子的意思，是北京话。笼子，对，梳子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差太多了，我要罚你一个厉害的。好 ，shot， 其实也是蛮容易猜。傻子，我猜对了。好了，半杯还你。好，半杯。脸已经开始红了。为什么这么容易猜到 ？shot， 是作孽不可活。我陪你一起喝。好，你陪我喝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
我们可以用半小时的时间，看我们可以用100硬币，买多少个双子塔。